水生兄弟，你俩咋来了？干啥呢？砸桃仁呢。俺有个好事找你。啥事？干啥去？咱上疙瘩要组织一个施工队，正挨家挨户问呢，你参加不？管饭不？你咋啥都不关心，只关心饭？咱临县要去平顺修渠引水了。那还不去？那净下苦力的活，那还不如俺留在家里边下田呢。哎哥，那咱走吧，反正人家劳模后代呀，也不缺这一天一斤半。啥一斤半呀？啥一斤半？修渠民工每人每天补助2毛钱，每人每天口粮按一斤半定量。那这敢干呀？这划得来呀？这事儿。说实话，你想干，俺还不稀罕带你去。你带啥？你带啥？俺啥都能干。你能干点啥？俺能打快板，俺能唱小曲儿。你们累的时候，俺能给你们打打气，加加油，这也叫文艺工作者嘛。俺要你这个有啥用？参加俺这个施工队就得下力气。对呀、啊，得干活啊。下力气，下力气，你们能指望上俺吗？那你们总有累的时候吧？俺给你们唱个小曲儿，打打气，那这也是工作嘛。行吧，行吧，先把你算上吧。上好了，算俺一个。请进。先祖哥。啊，水灵啊。俺就是想来问问，是不是过两天就开工了？啊，就算开工了，也不需要再做那么多双鞋了。俺没给你做鞋，你老说不合适，俺也不能老做呀。俺给你织了条红围巾。这你不能说也不合适吧？围巾又没有尺码。啊，不是我。这就是俺一片心意，俺就想送你点啥。你想，等到了水渠修好通水那一天，你围着它多喜庆，多好看。拿着吧。行，那我就先收下。谢谢你啊，水灵。不客气，那你先走了。秀芳，俺听说你们要成立铁姑娘队了，你可真能干。那可不。哎，你跟你哥不是也要成立个啥？是啊。哎，那到时候咱们可以一块儿上工地，我抡锤子，你掌铅，好不好？想得美。水旺，马上要上工地了，俺有个事儿要跟你商量一下。行，你说啥，俺都听你的。行，第一条就是上山开工之后，不许主动找俺。啊，为啥？那山上天天干活，你一来俺哥不就知道了。哦，行，那俺听你的。哎，那要是有正事儿，就比如说俺们青年突击队派俺找你铁姑娘队呢？那正事儿不算。那还有啥？还有上山之后不许照顾俺，该咋来就咋来。行行行，你还用俺照顾？你要再这样下去，都该你照顾俺了。你第三，不许跟俺哥俺爹吵架。那要是你跟你爹不讲理，专门找我茬呢？俺哥俺爹啥时候不讲理？你这话说的就是你不讲理。哎，秀猫，行行行，那俺以后遇到你个顾大海，就绕着他走，行了吧？这还差不多。真是个木鱼脑袋，你以后还想不想去啊？以后俺哥要是不同意，你怎么选？那以后你哥就是俺哥。那俺有个事要求你。啥事儿？那要没人的时候，你能不能跟俺说两句话呀？要不然俺在工地都要憋死呢。
那行，以后没人的时候，你想干说啥就说。小凤，你真好。不过，就怕也没个没人的时候，俺天天忙着。啊，那不是白搭吗？你咋这么心急？等去说好了，不管谁不愿意，俺都要嫁给你。行，你说啥就是啥，俺都听你的。平哲自己把围巾摘了。妈，人呢？妈妈，这个是什么？小姨，你替我跟林杰好好说一声，我只是希望他能够科学规划，并不是不理解他。我也知道他的难处，这里我留了一些钱，就当是尽我一点绵薄之力，支持你们秀曲。林书记，分配给各公社的施工段都已经画好了，就等正月十五一过，全线开工。好，老许啊，到时候一开工，那么多人都开到工地上，快赶上一个小县城的人了。吃喝拉撒、生活、后勤一定要保障好，特别是医疗，一定不能出差错。行，财贸厂的同志啊，现在正忙着安排呢。县职工医院呢，又抽调出一批有经验、有技术的这个医生和护士，成立了随队工地医院。我们又组织了一个流动的这个供销站，咱们渠县修到哪儿，这个供销站就跟到哪儿，专门为民工服务。嗯，好。各公社的工段呢，也要安上这个电话，随时跟咱们前线指挥部取得联系。听见了没有？电话都安上了啊！老许讲的周到，这老许办事你还不放心啊？啊，好。小吴，技术那边没有什么问题吧？我现在最担心的一个问题就是，我们的渠县太长，但是呢，我们的技术人员又太少。我担心民工掌握不好具体海拔落差问题，这万一要是出了点差错，那可就……林书记，咱们技术民工啊也太少了，给各公社说一下吧，咱们尽量用有施工经验的民工。哎，我跟你们说啊，你说这个技术人员啊和这个技术民工，我实在是分不清楚啊。这样，念祖啊，你现在呢就担任技术股的股长。具体呢用什么人，你跟老罗呢你们两个商量上来。总之呢，无论你们是需要什么人还是需要什么物，我们县委尽量满足你们。好的，林书记。还有其他事情吗？没了没了。那行，这个后天呢就是正月十五了，这十五一过呢，这年呢也就算过去了。只要过了正月十五，咱们就马上召开引章入林的全县动员大会。好好好好好。各位各位，俺和水旺成立了一个青年突击队，打算在这次工程上大干一番。有啥好看的？哎，恰巧最需要的就是你们。林书记说了，人人都要贡献出自己的力量和智慧，当英雄，大显身手，大长志气。俺们就要做这工程线上最长志气的大英雄。好。来，来进去。这个俺可能干，俺跟你们说了，俺可不是你们青年突击队的，俺是文化人。废话，进。来，叫啥名字？我叫小四，毛小四。朋友啊，你呀，啊，这鹏飞。妇女能顶半边天，所有想要上工地的女同志，到俺这儿来报名。俺报名，俺报名，过来过来。沈莲，来给大伙儿鼓鼓劲。好嘞。秋菊饮水，咱们想一百年都是干想，咱们得付出行动，哪怕再难再苦，但咱们一点点的去找水源，去测数据，总能走到开工的这一天。引章入林这事儿，俺一直都在参与，
所以俺也希望大家都能参与进来，因为修渠引水是咱们临县人每个人的事儿。所以咱们女同志不是只能洗衣服做饭，咱们也要做点他们以为咱们做不了的事儿。对，咱们一起把铁姑娘队的大旗给打出来，没有什么是咱们不能做做不到的。对，咱不能落在姑娘后面吧？对呀、啊，咱去整个旗去，给咱突击队长长气势。走，兄弟们，咱们也整个旗去。走。哎，过年好，过年好。过年好，过年好。你再好好的熟悉一遍，咱马上广播啊！好的，林书记。好，好，你等着。我这傻站着干什么呀？坐下，坐下，坐坐下，听，坐下听，坐坐，快快快快快我怎么又紧张又激动呢？不怕你们笑话，我现在激动的都出汗了。嫂子来了，哎，你们坐，你坐。你怎么了？啊？我怎么来了，老李？你两天都没着家，你干什么呢？我这不是帮着部署呢吗？部署什么呀？部署工作呗。行，那就接着部署工作吧。哎，你来的正好，你跟我一块听听啊。听广播，我就想跟你一块听。我就想听听，我知道吗？紧张入林是我县人民群众梦寐以求的事情，在党中央、毛主席和省地委的正确领导下，经过全县各级党委的多方面努力，这一理想很快就要变为现实了。伟大的划时代的紧张入林工程应于明日正式开工。紧张入林是彻底改变临县面貌的决战工程，从漳河的南岸，从太行山的半腰间，到达东港、河顺、衡水、海丰、东阳等山区交流盆地，到处要成为清水遍地流，渠道广相同，使千年万代的旱地变为水田，无数荒山秃岭变为美丽的果园。沟沟有鱼塘，山坡种稻田，一年可种两三季，农业产量分上费加班。从山西到分界河，从分界到河涧，从分界到河顺，来往行走都可乘船。我们完全有信心在五一劳动节顺利通水。同志们，发扬我们光荣的自力更生、艰苦奋斗精神。明阳先生，今天挺热闹，搞得跟过节一样。群众高兴吗？听说他们高兴了，我也很高兴。我也高兴啊！你说这引水要是成功了，咱就再也不缺水了。是。那个，我有点事想问你。你说。你和林书记平时走得比较近，你也知道，我之前和他意见上有些不同意，但我也是服从上级命令，大家都是为了林县好嘛，是吧？那个。就是想问一下，林书记对我会不会有什么意见？老林不是那样的人，放心吧。啊，慢点啊！不管怎么说，咱们总算是迈出了第一步，这是。啊，过年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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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小心点，别炸着啊！好。哥，这明天才元宵节呢，这上哥的村咋现在就这么热闹？俺也不知道啊，
你咋又偷喝爹的酒？海秀芳，海秀芳，爹，爹，啥事儿啊？这么高兴？我刚从供销社回来，听说呀，引河水来咱临县的工程，明天就要开工了，俺去打炮去。啥时候的事儿啊？俺咋不知道？咱们村子的大喇叭不是坏了吧？上鸽子村的喇叭没坏，这不正放炮的，啊？哎，你俩去不？去。好，打炮去，俺跟你一块儿呢。好。哥，快点儿！雪莲来了，快！雪莲来了，集合了，下一个，来，走，集合去，走了。林书记啊，哎，你看，俺俩这把老骨头啊，还经得起折腾呢，啊，师傅，顾叔，这个咱们不能光顾着修渠，也得顾这个家，是吧？你们想啊，你们都是村里的主心骨，你们留在家里边看家，比修渠更能发挥作用。那这，哎，老石头，林书记呢说的也对啊。咱呢都是老共产党员了，服从组织安排，听林书记的啊。林书记，你看这样中不中啊？俺俩把你们送到平顺，等你们开了第一炮，打了第一根桩，俺就放心了。那个时候俺再回来中不中？中，中啊，中。好的，我知道了。那您路上一定小心，多添件衣服，我在这恭候您。是吧？那咱们说好了啊，中，就这么说定了。准备准备，咱一块儿出发啊！哎呦，来这么多人啊！大家伙儿这是准备好了是不是？是。准备好了，都在县委的院子里边挤着也不是事儿啊！你们说是不是？是。这样啊，赶紧的回各自的公社整合队伍，随时等待出发的命令，好不好？好。好。林书记啊，递我于副书记电话。好，行了。大家伙都回去吧，啊，回集合点啊！好，林书记再见。走，哎，马亮爹说啥了？喂，于副书记，我是林杰。林杰，听说你们今天就要开工了？是，我们今天开工。等等我，我一会儿坐车过去，给你传达地委的最新意见。这地委有什么最新的意见啊？我到了你就知道了。Thank you.
老林怎么了？啊，没事。这于副书记啊来电话说下午要来咱们这儿传达一下地委的意见。于副书记又来干啥？现在还不明确呢，但是你们应该都清楚啊，这于副书记对咱们的一贯态度。看我干嘛？老彭，你就给大伙儿透个底儿，于副书记这次来干啥？我哪知道？你咋能不知道？你就别装了。刚才我看你去传达室接电话呢。我真不知道。哎呀，这可咋整啊？动员令也发了，群众也聚起来了，大家热情这么高涨，万一于副书记来拦着，那可怎么办？不过这时候还好，咱们至少没有正式开始。你不说话能死啊？哎哎，你们都少说两句。老孙，你可是前线总指挥，这个时候一定要沉得住气。哎呀，现在我们还不明确地委的意见，一切都要等于副书记到了再说。说什么呀？啊，兵来将挡，水来土掩，都这个时候了啊，来什么都得接着呀。爹，大事不好了。俺刚刚在县委那儿听说，好像引水工程出啥变数了。啥？出啥变数了？啥意思嘛？不是说鼓励大家吗？领导会不会觉得花钱太多了，让我们弄后悔了呀？你上一边去，走开。那咋办呀？这个工程是救咱命的工程，说停就停，说啥都不能停。俺同意俺哥的说法。那咋办？咱们去县委一趟，看看到底咋回事。走，走，走。走，于副书记，县委、县政府都在啊？都在的。会议室。我这次来呢，主要是传达地委对你们引漳入林工程的意见。地委的意见是同意的。于副书记，没有。但是了吧，但是一定要做好规划和预算。于书记，群众又都回来了。啊，领导，俺们一直在这等着呢。等了等了，我来说。开会开到啥时候啊？俺一直在这等着呢。哎，为什么？林书记来了。林书记。今天你要给俺们大家一个说法。对啊，林书记，这到底又弄啥呢？对啊，俺们铁姑娘队好不容易成立了。是啊，是啊，大伙儿别着急，下面咱们请地委的于副书记给大家伙讲两句啊。乡亲们好，我是于峰高。于副书记，为啥不让俺们出发了？那是不是不让俺们饮水了？那不是要了俺们的命吗？俺们都准备好了，说啥都得出发，对不对？是。乡亲们，地委是支持临县修建饮水工程的。领导，那为啥还不让俺们出发呀？乡亲们，你们误会了，地委从来就没有不让你们出发。地委是关心临县的，但是出于经济原因，现在暂时不能在资金上对临县进行支援。这次派我过来，就是为了给大家鼓鼓劲儿，壮壮士气。好。为了加强临县的县委组织能力，地委让我传达一个最新的人事调动。鉴于林书记要把大部分精力都投入到饮水工程上去，地委决定任命童坤同志代理县委副书记。大家伙听见了吧？啊，也看到了地委的决心了没有？啊，任命童坤同志为副书记，就说明啥呀？说明童坤同志这肩上的担子重了。他肩上的担子重了，那我这个担子就轻了，我就可以腾出精力来投入到咱们引漳入林的工作当中去了，大家说好不好？好。我宣布啊，
咱们以公社为建制，随时准备出发。我们再次感谢地委的决定，再次感谢余副书记。咱们干活的比啊，咱慢慢走。您好，这里是水利局。我是沙州县东联公社书记杨国喜，找水利局吴念祖同志。国喜叔，我是念祖。念祖吗？我是你国喜叔，你娘这两天身体不大好，能不能请个假？念祖哥，哦，我不用，我不冷。吃不冷。你咋了？没咋。那你咋哭了？水莲，我娘病了。啊？没事。娘病得严重吧？没事，等开工了以后，我请假回去一趟。我觉得呀，别等开工了，赶紧回去吧。啊，就是走不开嘛，还是等开工吧。慧珍的事儿啊，已经很对不起你了，老娘不能再有事儿了。一会儿呢，你赶紧吧，把工作安排一下，赶紧回去。啊，就这么定了。应该的，应该的。
是不是不管俺们临县来多少人，你们都能负责接待？你们挖个渠，不可能一整个临县人都过来吧？啊，俺就想看看你们这平顺县有没有这接待能力。你们尽管来，你们来多少人，我们平顺都能接待。行，这话可是你说的啊？我说的。还记得咱俩打的赌不？啊！算你狠！救生！哎呦哎呦，来了啊！哎呦，林书记，欢迎！哎呀，欢迎！谢谢啊！哎，添麻烦了啊！看你这话说哪儿去了？咱们这乡亲们啊，已经给咱们民工兄弟们啊，都准备了400多间房了。是啊，你们这回来了多少人？我们目前来了20000人。两万人，是20000人。这20000啊，只是我们一少部分，只是负责饮水点的，还有很多啊，都铺在渠县上。这一次我们一共上了70000人。哎呦，我的天啊！这，我以为你们顶多能来个1800人呢。这林杰同志，你这一出手就是千军万马呀你！哎呦，桑老爹，看来咱们给安排了400多间房子是肯定不够了。是啊，还得再想。够了，够给你们添麻烦的了啊！400间房足够用了。我们呢，紧着重要的人住，其他的住宿问题呢，我们自己解决啊。你安排一下，老叔。好，那咱们就定这儿。老罗，哎，这个房子啊，尽量紧着女民工住啊，其他的能安排多少安排多少啊。哎呀，林书记啊，看着你们引章入林工程这么大的气势，看得我这心里啊热血沸腾的。我觉得咱们这个平顺县的水利工程建设呀，也得是抡开膀子加油干了。没错，抡开膀子加油干。你看我们呀，觉得3-4个月就把这渠啊就能挖成了。走。喂，哎，你好，我是桑红。上次我跟你们联系的是要留几间房间，你们还有多少？还有20间房间啊，那实在太好了。我一会儿派人带人过去。好的。解决了多少？没多少，我觉得我们还得发动周边几个村的乡亲父老，让他们再腾出点房子出来。够狠的，一下来20000多人，临县人疯了吧？哎呦我天，疼死我了！忘友，你看你的样了。临县苦，临县难。连续干旱500年，实属老天不开眼。如今我倍受可怜，饮水入林来排难，20000人民翻大山，如今却无处可安。继续，俺没听够呢。干！晃晃悠悠腿跑断，身体瘦了好几圈，如今只盼贫苦不患难，多腾房子助我柯南关。柯南关关上了。怕啥？不许停。对，继续。临县水库底朝天，人处饮水难上难，吃不饱住不安，一门心思找水源。大主任，你可别忘了当初你的承诺啊，不管俺们来多少人，你都给俺们负责安排住下。你放心，让开。刘大姐在吗？哎，来啦。哎，桑红，啥事儿？我有个事儿想请您帮忙。哎，你说。我能安排几个女娃娃在您家住几天吗？哎，那有啥不能的，尽管呀，带人来。谢谢大姐，我还有事儿，我先走了。哎，好嘞。你自己办吧。哎，好嘞。等几个钟头吧，啊，等多久？我先突击队，所有人集合。哎，突击队集合。青年突击队都是些年轻后生，
大家情况也都看到了，咱一个个身强力壮的，不在乎那一物一事，咱自己搭个简易窝棚，把房间让给女人，还有年龄较大的，咋样？中！俺们都同意实施的。下各个村集合！哎，集合集合！有力气的都别闲着，咱自己也找地儿搭窝棚去。顾大海，你咋又选？别想自己抢风头，俺们也能搭窝棚。那行啊，你可别落在后头。走吧。走，别看丢了啊！谁怕谁？谁怕谁呀、啊？怎么样？啊，累不累啊？哎，辛苦了，林书记，林书记啊，不辛苦，林书记，俺们在这有水喝，幸福得很。我跟你说啊，这些帐篷都是人家平顺人支援咱们的啊，得好好谢人家。谢谢林书记。说了吧，赶紧谢谢桑大主任啊。啊，好点了。不用谢。我可不像某些人那么小气，你们都快支棱起来吧！啊，快点快点，把帐篷都支起来！谢谢快点快点快点，来来帮我们！哎，哎呀，石头爷，林书记来了！哎，不像话！哎，不像话！你们两个都多少平说了，还不赶紧回去？哎，再等一天，等等开了第一炮，俺就回去了。对对对对，说定了啊！哎，说定了。哎，你别干了，你歇会儿歇会儿，别干活了啊！宋红姐，你咋把水倒了？咋了？这么好的水多可惜啊！没事儿，这水很脏啊，都是泥巴。可是能浇地啊。没事儿，水莲，我们这儿水多，您放心大胆的用啊。刚才找的那地儿搭窝棚还是不行，还得再换一个地儿。嗯，水莲，哥，咋了？宋红。你是不是欺瞒妹了？我没有，你以为谁都跟你一样爱欺负人啊？饿了，找点吃的去。哎，赶紧去。小红姐，俺哥他就这样，但他人不坏。我知道，他是个扛事儿的人，就是嘴巴太毒了。林书记，嗯，根据念祖这图上标记的，咱们这第一炮的位置，应该就在那儿了。好，哎，这第一炮的任务啊，光荣而艰巨，谁来啊？林书记，俺们青年推队想冲锋在前，就让俺们突击队来吧。水生，你又想跟俺争，俺这回说啥都不让了你。哎，行了行了，你们别争啊！我跟你们说啊，你们呀，分头去凿炮眼儿，谁的炮眼儿凿得又快又好，符合无技术员的标准。这第一炮就谁来，好不好？中，中，这个办法好，我来监督。那这儿交给你了，我们赶紧回县委，有一个重要的会议要开。好，放心吧。好，辛苦啊，大家辛苦。好。这钢钎的质量不错，是吧？爹，牛哥，哎，大海，哎，正好，你把这些钢钎给他们送过去，给大伙分点。咱们呢？自己留粗的钢钎给石水生细的钢钎，然后呢，把给石水生他们的钢钎锯短一截，这样的话咱们就有胜算。牛哥看好你，你缺啥少啥跟牛哥说，牛哥一定支持。好嘞，牛哥。就是这儿了啊，那个上各大村石水生带队负责左边这一块，下各大村顾大海带队负责右边这一块，都准备好了吗？准备好了，哎，干了，干，开工，注意安全啊！石头爷，为什么他们要缠着白布条啊？哎呀！你别看这个小白布条啊，这砸钢钎呐，这是个体力活。
这家伙顺手啊，活干的就漂亮。大海那边都是长钢剑，你开始看他干着快，打一会儿他们就受不了了。可是水生这边呢，他们钢钎短，手上又缠着骨条，你一会儿就等着看结果吧。顺生，现在认输不丢人。胡大海，谁输谁赢还不一定呢，俺们赢定了。大海，还是咱们厉害。